南极旅行，你一定要知道一个名字，就是斯科特船长。他是一个很聪明的英国探险家，曾经来过两次南极。他第二次来的时候，在南极的极点登陆。他们到达极点，返回基地的时候，正好碰到了大风雪，结果一行五人都在大风雪中遇难。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他们探险队有一个摄影师，叫做庞廷。100多年前的摄影技术不像今天那么先进，可是庞廷已经留下了1700多张宝贵的底片。因为我自己喜欢摄影，所以这次来到南极啊，主要是想拍一些南极的风光，来向我这位尊敬的前辈致敬。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坐30多个小时的飞机。平时我们去旅游，习惯到中国内地、日本、泰国，路程都很短，来来去去这些地方呢，你会觉得啊，世界很小。可是，当你从世界的这一端到地球那一端的阿根廷，花上30多个小时的时间去坐飞机，对我来说，突然一下子，这世界就变得很大了。而且我们还没有到我们要去的南极。我们现在就来到乌苏阿亚了。那现在呢，这里是夏天。开始来的时候呢，气温是-2度，觉得有点冷。开始先是下雨，结果就是有鹅毛大雪一阵阵的来。现在又突然又阳光灿烂了，所以这天气变化很大。但这里呢，我们中国人说夏天下雪好像有冤情的，但在这儿又未必，这是很好玩的一件事情。这除了很好的环境、很好的空气之外，还有很漂亮的花。这种花呢，就是珍妮唱的那首歌，有没有听过？叫鲁冰花。鲁冰花就是这种花了，有各种各样颜色，大家可以来看一看。乌斯怀亚位于阿根廷大火地岛的南岸，被认为是世界最南端的城市，由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坐3.5小时飞机才能到达。乌斯怀亚的命名来自当地土著的语言，意思呢就是俯望西方的港湾。在20世纪的前半期，乌斯怀亚是早期英国殖民政府流放重刑犯的地方，因为位置偏僻，不易让犯人逃脱，这群囚犯就成了乌斯怀亚重要的拓荒者。到了现在，乌斯怀亚就从罪犯的流放地变成了宁静朴素、环境优美的小城，有5万多的人口。它作为世界尽头的象征，也是南极的主要入口。
啊，这个好玩，这里你看，这里有一个坐标，这里然后是你看散下世界各地的，那上面有阿根廷的，就是阿根廷的在这儿，还有荒诞露露啊，夏威夷 Sydney 9500公里就到 Sydney， 再看看有哪里哈、啊、哎，上海都有，你看往那个方向17269公里就可以到上海了。我们再看看别的地方有哪里啊，哇，这里你看，这里也有好地方，到东京是往那个方向，17000多公里，跟上海差不多。然后有好多地方都可以，所有的地方都有。 San Diego 到那边2000多公里就可以到了，你看。所以呢，这里是乌苏阿雅的主要的一条商业大街，因为这地方离南极已经很近了，就在那个，我们就感觉就是在极点，然后就散向世界各地，然后东南西北哪里都可以去。17000多公里，我回家了，去上海。站在这个地方呢，是乌苏阿雅上面一个小山丘上面，在这个小山丘上呢，可以这样一望无际的看过去呢，是整个海港，就一个全景全看到了。那乌苏阿雅这个地形呢，是三面给雪山包围住，一边是向海出去，出去那地方呢就是南。干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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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儿呢就是世界最南端的一个邮局，在这里呢可以买一张明信片，啊，你写完了以后呢就放在邮筒里边，你想寄到哪就寄到哪，还可以呢在你的 passport 上面给20个 peso，这里的钱20块钱，盖一个章，那就说明你已经到了世界最南端的一个邮局，你来过了，排队。It's a post office. 那你看，行了。这个在 passport 上面盖了章了，这个就是那邮局局长。这个邮局局长比，很多邮局局长都显得威风，因为他可以在全世界不同的护照上面，盖章，把他样子放在你的护照上面，啊，然后他一年呢就开工几个月。这儿冰封了呢，这个 post office 他也关门了，到开春了，他就来上班，挺好的。火地岛国家公园占地600多平方公里，经过树林、海湾和湿地，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和植物，还能瞭望冰川。如此得天独厚的环境，也真是一个世外桃源。I mean winter, yeah, no ice, everything, but it's not windy. It's not windy. Not windy, no, no. Very peaceful. The winter is very peaceful. It's like a cemetery.我们刚才从那边一直过来的那湖泊那里一直过来，然后的那个水啊，淡水就一直流，汇流到这儿之后呢，就往前面，前面我们看见有一个口，那口就出去，那个水出去以后呢，淡水就出大海了，然后这个感觉就像我们香港的鲤鱼门，然后那个啊，慢慢就出去，一直，我们过两天我们也会从这里过去，一直走到这里呢，游客都大家都很兴奋，都来看鲤鱼门。在火地岛国家公园，你可以看到一些干枯的树林，原来跟水塔有关。在70多年前，阿根廷从加拿大引进了水塔到火地岛，帮助当地人发展皮毛事业。岂料水塔繁殖越来越多，他们还会咬断树枝，在河流里边肆意的新建水坝来防狼，这样呢就破坏了原始的森林，为当地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于是阿根廷就希望消灭这批水獭，只不过火地岛横跨了阿根廷和智利的国境，水獭可以敏捷地游走在两国之间，他们走来走去，要想捉到他们也就是有一定的难度了。这个呢就是那个水獭的它建的一个水坝啊，这就是我们刚才看见的这个一个图解啊，它在那个水獭它会在这里起一个坝，然后呢把这里的水位就升高了，升高以后呢它筑的巢就在这儿，然后它从水底进来，其他的动物进不来，然后它在上面再搭一个棚子，省得日晒雨淋的啊，然后它就在里边生活了，生育了，然后这就叫安乐窝。啊，我还是第一次看见啄木鸟在这儿飞来飞去，所以像这种大自然的环境下，有很多都是很意外的一种收获。那么啄木鸟，我们从小就知道它是一种树木的医生，因为它啄呢，就它会把那树木里边的害虫啄出来，树木就健康了，所以有树木大夫之称。你看这一片苍翠的树林啊，可能是我们在以后的10天之内唯一见到的绿色了，再下去我们就在冰天雪地的南极，我们看见的是黑白的企鹅啊，雪白的冰雪，然后还有一点蓝色的天空跟海水，绿色要暂时拜拜了。
那早上在非洲照相啊、拍照、走走啊，是很舒服的。然后呢，你放眼看出去呢，一片都是绿色。这里是香格里拉的普达措国家公园，是中国的第一个国家公园。在这里，你可以充分地感受到那种很奇妙的意境。在大峡谷的羚羊谷拍的一张照片叫 Phantom， 居然卖了650万美金，也激发了大家的一种雄心，就是说我也要到羚羊谷去照样拍一张叫 Phantom 叫魅影这样的相片。虽然没有大山大水的地方给你照，但是有西班牙的阳光，有西班牙的色彩，有西班牙人留在血液里边的艺术，然后跟大自然牢牢地结合在一起，这也就是我们到西班牙拍摄的精彩之处。耶路撒冷，这里是世界三大宗教的一个发源地，你就好像跟3000年的历史结合在一起了。还有这种树呢，它叫板根树，一个普通的人一抱100年，它到底有多少百年的历史呢？外面这个树林里边有阳光，中间有一座城堡一样的建筑，这个世界奇迹真是令人叹为观止。我们马上就要出发去南极了。我们去南极坐什么船呢？就是后边这个像城市那么大的一艘大船的旁边那个小的有那黄圈的那个，那就是我们坐的。我们为什么要坐那么一个小船呢？就因为那个一线城市超过了500人，在南极洲是不给登陆的，它只能游船河。我们这个23线城市的小船呢，我们就可以登陆，我们去在冰上啊跟企鹅拍照啊给拍然后体验一下南极的着陆，南极是什么感觉啊。那么到底我们在南极会碰到什么，我也是很期待，现在一切都是一个设想。那么我们接下来的旅程呢，你就等着看我们在南极会碰到什么。好，我们马上就要出发了啊，而且现在很平静，对吧？但是呢，7号，今天是6号，他们说在2月7号的时候大家会吐，我从来没见过吐可以预告的。我们从乌斯怀亚上船，经历了惊涛骇浪，千辛万苦，终于来到了南极。南极有什么精彩的风景让我们去发掘呢？哈哈，等着看吧。南极是世界第五大洲，面积是中国大陆的1.4倍，98%的面积由冰雪覆盖，内陆每年平均温度是-40°C。因为有极端的天气，南极只有动物栖息，没有人定居。大约每年的11月至第二年的2月，南极踏入夏季，才比较适合人类活动，从事科学研究或者乘坐游轮观光。这次南极之旅，我们的游轮由阿根廷乌斯怀亚出发，经过半月湾，
利马水道、彼得曼岛。在南极绕了一圈，最后返回乌斯怀亚。去南极的乘客登上游轮之后，都需要出席一个简介会，由船长和他的团队为我们讲解行程和注意事项，非常的专业和认真，对之后的南极之旅有很大的帮助。在听过简介会之后，我们还有一个好奇的地方，那就是去南极的游轮跟普通的游轮，它经历的环境完全不同，因为南极有特别特别大的风浪，在如此巨大的风浪中，船上的餐厅的操作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厨师告诉我，在大风浪的时候，厨房的东西固然要绑紧，防止它们破烂。其实乘客在摇晃不定的船上都很容易呕吐，根本就是没有什么胃口。万一乘客需要充饥的话，厨师就会提供小饼干等等小吃，让大家顶一阵子。那我们走楼梯啊，走到这儿，你会看见到处都有一个纸袋放在这儿，这不是人家看电影吃了那些什么爆谷啊什么的扔在这儿的垃圾，这个是什么呢？这是呕吐袋，专门给你呕吐的。因为去南极最出名的就是风浪大，风浪大呢，如果船上有那些坐船的人想吐呢，要想吐这东西是忍不住的嘛，那么到处都放了这些呕吐袋，一不行马上就我们这次呢真是运气好，到目前为止风平浪静。所以当然有的人呢就说，哎，好像不够刺激，说人是不是很难搞呢？啊，不管了，先拿一个啊。那在这个驾驶舱里边呢，我们就看见有很多驾驶的仪器了，有那个自动的那个导航器啊，啊，有那个卫星的那个导航啊。然后到这里呢，有一格一格看起来呢，好像是啊卖球衣吧？不是，它这里呢是全世界不同国家的国旗，只要这个船经过哪一个国家，它就会把那个国旗打开。所以我们刚经过的是阿根廷，它这里就有一个阿根廷的国旗，然后。在我们上船的时候，这个阿根廷的国旗就在这个船的上空飘扬。受船长的邀请，我进入了驾驶舱，除了欣赏海景，还提醒我即将进入有魔鬼海峡之称的德雷克海峡。为什么叫魔鬼海峡呢？因为海峡位于太平洋和大西洋的交界，受南半球高纬度的极地旋风的影响，风力经常可以到八级以上，有时候海浪高起来可以达到10到20公尺，如果船不够稳固，设备不足，甚至遇到南极滑落的冰山，就好容易发生船难。历史上曾经有无数的船只葬身在魔鬼海峡里边，好多航海家都视它为死亡走廊。我们要穿越风高浪急的魔鬼海峡，起码要花上30到40个小时，可以说是这次南极之旅最大的考验。好，我们现在这船呢刚过了这个南极的复合带，所谓的复合带呢就是冷水跟暖水交汇的地方，它有一个圈叫复合带。在这个复合带，它因为是冷暖水交界，所以那个冷水跟暖水一撞，那个水蒸气上来，这个地方的附近呢，这天空啊一直是这样雾茫茫的，雾特别大，再往南边走，一路走天就会一路亮了。不是每个人哈都会喜欢大风大浪，但是你到了南极的海面上，
你经历过这样的风浪的话，一定是一次难忘的经历。当你以后你生活在很平静的生活里边啊，你在阳光灿烂下在花园里边散步的时候，突然一下子闪出来有这样的画面的话，你就像一个烙印一样，对你来说，你的人生真的是有很多可以回忆的地方，而且是很好玩的一件事情。几个小时之前我们还在说我们刚过了负荷带，然后就会风平浪静，然后那天就会越来越亮，谁知道天有不测之风云啊！你看看现在这种环境，如果在香港的话，我们全部不用上班了，全部已经是八号风球九号风球了啊！但是呢，到了南极，这种我们的船长刚刚宣布说今天不能登陆了啊，明天天气会好，明天我们才能登陆。但是这个是典型的南极气候，所以我们来到这儿可以感受一下这样的大风大浪、地下满地的冰雪的南极气候，也是挺好的。干杯呢！哇，个跑飞人哦，这个。哇，哎，这个要打小给来的。哇，这里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那个在造地运动时候形成的一种地貌。利马水道全长11公里，宽度只有1.6公里。由于受到两岸冰山浮冰和冰川的碎冰堆积挤压，通行的水道很狭窄。这也是我们经历了40个小时海上航行之后第一次见到陆地。我们很快就要登岸了，乘客在登岸之前要做好的准备，好像更衣、穿水鞋和救生衣，还有一样很重要，就是上厕所，因为登陆之后不可以大小便。
在登上橡皮艇的时候，我们的鞋子都要走过有特别药水的容器，以防污染环境。然后我们就登上了我们在南极第一次登上的陆地，彼得曼岛。好了，我们现在正式踏足南极大陆了。哎，那感觉真好，空气特别好，天气也特别好。好了，我们现在开始呢就慢慢往山上走了。那么山上它沿途呢都有一只一只小红旗插在那儿的。那你要留意的就是怎么呢，那红旗单个插的是引着一条路让你过去的，如果两只红旗在一起交叉的，就说明那地方有危险。这是船上的探险队，他们之前先来这儿做好了功课啊，然后游客就可以很安全的到顶上去了。那么我们看见这些惊涛企鹅呢在山上比下边还要多，我们先上去看看。在我们前面的这些就是gentle 企鹅，那个你看到正好有几只小企鹅围着一只大企鹅，大企鹅拿那个肚子顶着它，有时候呢妈妈出去觅食，那个爸爸就抚养小企鹅，有的时候是妈妈，所以可以看到这里很和谐的那个一个景象。在南极的陆地上，人有人路，企鹅有企鹅路。企鹅走的就是他们用脚踩出来的，叫企鹅公路。那么这也是南极的一个规矩，那就是你在陆地上，人类和企鹅必须保持5公尺的距离，人不能走进5公尺之内去骚扰企鹅。但是企鹅如果走过来跟你打招呼，或者来很好奇的来看看你的鞋子，来拍拍你的裤子，那倒是合法的。Now you're going to have a great solo cruise. My name is Federico. Federico. Argentina. Argentina. 啊，刚才我们的是 landing 啊，现在是 boating。我们去了陆地以后呢，在海上现在就坐船，叫巡游啊，挺壮观的，有很多船都在这巡游，然后就可以看见一些企鹅在那游泳啊。大家很兴奋，你反正听到尖叫不是有人落水，是看见有企鹅落水。我们一到这儿呢就会看见很多不同的那个地质面貌了，还有那个冰雪的样子，那么有很多浮冰，各种各样形状的啊，就像我们平时看到的艺术品一样。但这个呢就叫什么呢，中国
在南极呢，这个冰啊，你看有老冰和新冰之分，新冰呢是白的颜色，老冰呢是透明的，像水晶一样的。老冰干嘛呢？老冰味道很好，很清新，我们可以上去弄一杯酒，弄一杯whisky 啊，18年的最好的，然后放一个万年冰在里边，那就是冰镇 whisky。差不多经过3个小时的这个游玩啊，先是1个半小时在陆地上，1个半小时在海上游船河。那么这个3个小时对一个其他地方的人来说是很开心的，因为在这个人生的经历里边，这个3个小时是很值得记忆的。